牡丹圆米23.97元。哦，呢啲叫蔗蝦。外面湿气很重啊，你看雾很大，都看不见前方的路了。我先下车吧。沃尔玛真的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，最近比较少来。这个亚洲梨也要2.5元一磅了。哇，这个大菠萝本周特价1.87元，哇，超级无敌大，比我手掌还长这么多。买两个，这么便宜。蒜头8.7元，3个。这边还有亚洲蔬菜，苦瓜、上海白菜，还有豆芽。2.1元一包，这有点不是新鲜的样子。丝瓜2.47元一包，茄子是1.97元一包。沃尔玛竟然也有寿司卖，不过这寿司应该是隔夜的了，就剩2盒了，2盒5元。买2盒，这一排跟这一排都是卖亚洲的商品，价格会比中国超市会便宜一点。像这种大统华都有卖啊，它这里是多少钱一包？3元一包。日本的水果糖3.67元。买个柠檬口味的旺旺鲜贝4.97元，这绝对比中国超市卖的便宜哦。珍珠奶茶，有珍珠有奶有吸管，泡面的价格也是不错的。有的时候预算减下更划算，也稍微涨价了一点点，之前好像不用5元的。还有各式各样的调料酱汁，牡丹圆米23.97元。这里是啥都有，反正就是清仓特价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区域。苏打的，这苏打水的是吧？国际黑有微信吗？有没有排查国际黑？40刀是挺便宜的了。这个背婴儿的背带也是半价，全部都是半价。怎么样啊？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是垃圾。都是垃圾啊？都半价呀。格局都换了，真的好久没来了。整得这么夸张啊，这边全部都是玩具。 Toyland 玩具城怎么样？玩具你也看啊？小朋友喜欢喝这个蘑菇汤，以前最便宜的时候5毛钱一罐，现在找不到了。撤吧撤吧，
还有那八几哦，你看这个4块钱一个，这个生菜以前9毛9就有了，是2块5。西兰花西芹是2块5一扎，所以今天先不买菜了。Yeah. 一点点东西就70几块钱。啊！刚刚去了前面那两家，又是没鸡蛋买。最近鸡蛋缺货，缺货啊！走进去看一下，这边是有个店面，是卖的比较贵一点。Duck egg 4块5，这个走地鸡蛋4块5一盒，他们家卖的比较贵。Soup 这 Chicken soup 啊 soup， 那这个鸡一只多少钱？差不多，但系你系煲汤鸡嘅，佢都讲啦嘛。这是兔哦，对，普通鸡蛋是3块5一盒，12个。那也是贵啊。Yeah， 买一盒鸭蛋，买一盒鸡蛋。鸭蛋4块5。他们家这里是偏贵。2磅4块钱。OK， 买一包鸡脚，1磅2块钱。这里还有一些肉，包装好了。这个是鸡什么？鸡心啊，还有鸡腿。你看他们的衣服都是这样子拿出来晒的，他们应该是没有干衣机。我收衣服了。冬天去哪里晒？这么冰天雪地的，这衣服也不干啊。约了朋友在这里吃下午餐。午餐，这朋友从多伦多下来，然后经过滑铁卢，胖子以前的旧同事，他来了没有？没有，车都没有。今年难得11月份天气还能这么暖和，没下雪已经不错了。因为胖子呢，帮他朋友在香港买了这个小车展，所以今天约见面就是为了把这个车拿给他。多少钱？这个也99块。那个多少钱？这个挺别致的。他们家的价格是有点偏贵。走地鸡汤粉15块9毛5，北方风味牛肉汤粉，有没吃过这个？没有。环境还是挺干净的，也宽敞。现在是饭点，但是人也不多。我点的这个305，我等辣椒先嚟。甜蔗虾，还有这个烤肉。我今天不喝汤面了，吃蒙。你呢？你吃那个热汤。我一定系要热汤。有啊。哎呀，够咁啊！你嘅先啦，唔使啦，唔得啦，傻嘅，得。辣。你这超大的，痛到喉咙痛啊！系啊，喉咙痛，跟住又周身都痛。仲有呢啲叫蔗虾，蔗虾蔗，但系碌嘅唔食嘅，个蔗唔食得噶咪？可以咬嘅，你咬啲汁，甜甜地地又红双，即系啲。跟住，哇！喺度
搞好耐，搞好耐。好流量。吃不完，你有没吃？拎翻屋企咯。打包。大货车，你以前都系梗系揸咁大，而家有冇挂住揸大车嘅日子啊？唔识揸啦，而家可能唔识揸啦。而家可能唔识揸噶啦。系水箱噶喎，普通猴马都好有啲啦。啊，拉个咁大一个，够晒有。仲有条办公，系咯，掹住佢。睇下入边。就爛了，哦，這個東西是不是車保啊？可能是那個 intercooler 現在有個後波鏡頭好一點，不會滾死人了。好了，小心駕駛，拜拜，多謝。很厲害，出口。